你是卖着去啦。我相信 Carol 应该搁伫台湾。啊，即马等伊摕着三张美利卡，你敢要看卖啊？这三张敢有啥物关联？美利卡最后的答案伫内底哦。这三张，第一张。是金屋藏娇，这第二张是保险箱啊，第三张，第三张是什么意思？我啥个丢？咱即马哦，应该甲三张做伙想，做伙看。等我一下。第一张第一句第一句，那是真啊。第二张。第二句，第一个字，考起来。第二张，第二句，第二个，是啥？慢。啊，第三张，第三句，第一个字，考起来，是啥？第三张，第三句，第一个字，意。真满意。真满意。所以讲，肯定是唱伫真满意的工地。哥。等赶紧来看门啊！我即马先打电话爸，叫伊传咱入去。加油！你想啊，我问你，你是要做咩藏起来？加油，我唔是藏起来，我是互人绑来遮的。你卖个屁呐！你之前不是跟我耍一个谁才是女王游戏？你做有目的，就是要我知你才是女王对无？你敢知？你敢怀疑我智商？加油！你是冷静来听我讲，我真正是帮抱来遮的，我真正无骗你。你别跟我来这套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这步之前身份证都别用过啊！你这小查某真正是足够，结果拢是这步，敢讲拢无白包，拢白招是无啊？现在就是唔敢相信我，你看，你看我的手，陈兄，拢是我做白个受伤的，这代志我一个人，哪有可能做会到？那是别人啊，我唔敢讲，那是你，你绝对有法宝。你讲你这几天被人掠来吃，要无我拢伫这上班呢，是安怎我无发现你？现在你失踪季节，要跟我耍谁才是女王的猜谜游戏，而且你留的迄三谜题，我解出来，既然是金满意这三个，那么真拄好诶，我大概去金满意找你的时阵。得这么多好去找到你，你是要哪解释？我不知道你在讲啥，我是第一面去看，你解出来的答案，是安怎是真满意？是啊，我就用你存落来保险箱密码解出来，敢讲这一切不是你设计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拢是我自己在自导自演？我哪有可能自己掠走，自己伤害到安尼？